嗨，帅哥美女，又是我啊，冯啊，大家好吗？今天没有去试车，今天我会去我的老家的附近一个地方，去了你们就知道了。以前是很热闹了，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热闹了。OK 了，现在跑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带你们去吧 ，Let's go。这礼拜我是没什么收获了，所以拍到是没有什么好。以前呢真的是很多人很多人，五点的时候我跟你讲是找不到位置哦。好在我是在这里住这边附近哦。哎，有点伤心了，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。已经以前呢可能到八点多就关了，现在可能不到七点卖完，他们卖完，他们就走了，他们就关档了。好了，喜欢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好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